荣耀，这个世代也要看见你荣耀。OK， 请低头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在恩典之路上面，就是生命的高山和低谷，我们都要紧紧的抓住你。在盼望的路上，你要牵引我们走人生的路，因为有神与我们同行，是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在感恩的季节里，我们仍然守望在你的国度里，透过你有智慧的话语，要成为我们真实人生中的榜样，追随你的脚中建立健康的人生，成为光来光照人。我们在一系列的事工、感恩节点灯、圣诞活动所需的体力跟智力，都求你来丰盛及补足。在我们周边及会友当中，有身体不适需要调养及医治的，也求你来怜悯及眷顾。今日我们要透过冲宣传道士的口传讲真实人生的态度，透过不一样的角度跟价值观来与神连结，活出生命色彩，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一起来恭读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恭守最大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当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的总纲。愿上主赐福他自己的话。接下来来看圣经，在约翰福音4:23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真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以上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。接下来我们要请传道师来跟我们传讲真实的人生。